天是我们那个台中立宝乐园特别企划。太无聊，没了。啊，开画。我们看十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是什么？五，开始。很笨。可是我觉得很懂啊。我觉得懂不太好的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这样会让我猜的人很没有信心的。哎，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好我们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都可以看。好，你有没有？哎，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这看不懂到底在画什么。你就 copy， 你就 copy 啊。好，下一页，下一个。五、四、三，我真不知道在画什么。一，我真不知道。啊，把画盖起来，把画盖起来。什么人哦、喔？在什么人？在什么人？不是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怎么会有字啊？这个人是谁啊？阿垮的成员在哪里跳原力宇宙？在舞台上跳原力宇宙？错，错，全错。我觉得是你看懂阿垮的人虚荣到他拿着老虎牙子，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？小山丘。他根本就没有画小山丘，他在给我乱加。我觉得呢，这个是，你这个到底是谁的头啊？谁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在银河里跳水星座，很很是黄蜂鸣笛的那个。好，这样子，我的画出来，然后你们四个猜。宇宙，好，快点加。哇，其实蛮好的。易烊，我就说手势啊。这是啊，在跳啊，水星座，他已经在跳水星座，然后易烊，好，是易烊吗？不是你，我其实画空完，啊，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，我是第一个，哎呀，超过十秒了。宽限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画完。三、二、一，画。三、二、一 ，zero。五、四。这画蛮好的。三、二、一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来不及了，哥，我来不及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画错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啦？死定了！什么？Hello，Hello， 不是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有两个人。完蛋。在深山的房子里面，是甲，然后是乙。甲人用了箭头攻击了乙，然后乙什么人在哪里做什么事？什么啦？答案就这样。干嘛？题目走。什么人在哪里做了什么事？对啊，甲人和乙人啊。甲人用箭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深山的房子。然后做了什么事？然后用了箭头攻击。失败。没错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啦，就一个房子啊。啊，我画错了、啊。他从房子出发到。力宝乐园，好，不是，好，你看他的，好，我是盲猜嘛，好，聪明，在家里泡澡吗？好，下一个，这是弹跳床，两个差吗？好，接近了，有人生日，好，不是，不是，好，弹跳床就很明显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有人在拍摄，然后呢，好，不是，拍摄，这个人我没有画出是谁啊，因为我想不到怎么画那个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这个是易烊。答案是易烊在咖啡厅里高空弹跳，这哪是咖啡厅？咖啡啊！你画的像你画的你画的像你画的像这是咖啡。那为什么会在这里，而不是他手上拿？因为我要展示这个地方是咖啡厅里啊。这个画错了，但是这个是易烊。嗯。然后在咖啡厅里高空弹跳。那你之后你想到易烊他怎么画？画一只羊。那你要怎么画？你现在画一只羊。
来，来，他跟我讲这是羊，我真的是可以吧 ？OK， 我知道。3 2 1 0 go， 4 3 2 1，好，开画。这我跟你讲，你这是。好，九，画完开始。8 7。一眼看，一眼看，5秒。4 3 2 1。好，一眼开始画。一眼画。3 2 1。好，一家开始画。你给我画了，哎，你好，时间到，给聪明。完蛋，完蛋，我多画一个人，不是你，哎呦！好，聪明要回答了。这是需要不到，这是需要不到。这是什么包子啊？USC 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轻功水上漂哦，然后这个是好一个人，一个人在，但是一个人名对不对？好，算了，好，随便猜，林玉佳，林玉佳在，在水上读英文课本，就是需要到在英文教室上英文课。我跟一阳基本上一模一样，需要到在英文教室唱歌，需要到在英文教室。唱歌是希望猫在教室唱歌。聪明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才在你旁边这样子，因为你是谁知道啊？再来3 2。好，好，你们可以猜了。是不是很难？是不是很难？你可以请我们看谁再喝一次。谁想再喝一次？再甄选一个人。有两个机会啊。对啊，两个机会。你们就两个机会。一氧再喝一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很难猜。只有一杯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海龟汤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人要跟你问是。很好笑，很想笑的。他感觉在装呢，然后你们可以再讲，还有两次机会了。那好不到。而且我们都面无表情。没有人，因为最难猜。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什么？三去吧，好，再把你删掉。没机会了，他们就要猜了。好，我们猜红豆。好，3 2 1。爹爹。好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你知道我刚刚演的是什么吗？我真的觉得超甜的，然后就，没有，然后他根本就不相信。3 2 1。哎，要真的吃到，我们不作假。真的吃到，我要真的吃到。好，他表演结束，欢迎一下。好，好。好吗？你不要用出来哦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不要用。你就直接吞啊！他直接选择吞掉，他用吞的，他没有咬。他明显用吞的。好，直接猜，一个一个来了，不用再一次了吗？现在玩的是异星人，那第一题。
原力宇宙，三二一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老虎啊！哎，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是一样的。你们在做这什么飞行？原力宇宙啊！好，下一题，爱心，三二一。哦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想到自拍，想到什么动作？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我操！你错了！你自拍，这谁帮你拍？啊，他太常叫别人帮他拍照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想到一步一步，想到什么动作？三、二、一。啊，你这。我的天啊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你已经输两次了，我们剩最后一题了，有两次是你害的。想到歌曲《嗯吗》想的动作，一二三。嗯吗？嗯吗？啊，有啊，不算对，不算对。想到仓鼠，想到什么动作？一二三。好，不一样。现在错五题吗？好，我们再对四题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要再对四题。三题，剩三题吗？剩四题，容易容易。想到剩对三题。剩三题，这三题全对，那全对哦。好，想到演唱会，想到什么动作？加油！一二三，拜托一下 ，no， no， 哈哈哈哈哈 ，no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你听我讲？啊，听你狡辩，是怎样？演唱会想跟粉丝拍照，我都这样。我刚刚环节全部都是我跟粉丝拍照。我团有一个疯子。想到害羞，然后会想到什么动作？一二三。真相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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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水星座阿夸鱼。等一下，想一下。好，水晶座 Aquarius， 好，要来了。Aquarius， 好，一二三。Aquarius， 你坐错边了，没关系。哎，卢雅，你是不是排练的时候都给我坐错？你是错边啊？你是错边啊？你是错边啊？等一下，真的每次都坐错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过吧。我们现在总共我们赢三关嘛？我们现在两胜一负。好，下一个游戏。第一题，有一个人看到地上有100万元，然后他哭了，请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已知的线索有四个，第一个是钱是他自己的，第二个是他是因为伤心而哭的，第三个是钱的所在地很重要，第四个线索是钱是现在可以使用的真钱。我想知道。好，那你先提问。他是在拍电影吗？不是。他有没有家人？不知道，无关。无关，剩一个。理一下，理一下。他说在地板上看到了，对，地板上有100万，然后他刚说钱的地点很重要，所以地上很重要。对，应该是说他在什么地方看到那个钱。他特别那笔钱是不是保险金？不是。这个钱是他自己赚来的。刚刚有说已知线索的一，就是钱是他自己的。我知道啊。不是，是这个哦。对。你要这样讲。是。所以他就反正就是他可以使用的。这个空间有没有其他人？他捡到这个当下旁边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这整个故事就只有他一个。地上只有钱吗？对。我应该知道。Okay. 你知道了？有可能。是不是家人留给他的遗产？我那就问说这个是不是保险之类的，跟家人无关，跟家人无关啊，跟天气有关系吗？无关。哇靠靠！我觉得这个地点一定是这个线索最重要的事情，一定是室内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，是室内吗？是。那至少知道它是一个密闭空间。好烦哦、喔！他家人离开了吗？不是。
关。我们现在先决定要不要，要先知道职业还是地点？我觉得要职业。那我们知道一下职业。他是画家。啊，你看，黑社会，他是画家。画家。然后他在室内，然后他一个人，他在画画，那些钱又可以用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些钱？那些钱到底怎么来的？啊，他在哪里啊？他要买画吗？他把他的画卖出去了吗？对啊，我们剩下五个问题。我就很想问问题，但我不知道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切入点。没有人看他的画，而他却有，就他却有卖画，只是没有人，就他没有。没有人知道是他，没有人知道是他的画。快接近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想要这是他画的画，但是他的画却很有名，但他却不红，然后他想要把它放到展览。对，他想要花钱，他可能想花钱。那所以为什么地板上会看到那个钱？然后为什么看到会伤心？他的画被一个某个收藏家买走了，可是，所以他有剩两个问题了。他被其他剩两个问题了。这些画，他要的不是钱，应该是，而是要名，应该是哦。他想要成名，嗯，然后发现他把这个画给卖了，嗯，后来发现这个画红了，他拿到这笔钱，所以他发现红的不是他，所以他很生气，把这张丢到地板上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很接近，我也觉得我插在你旁边，你感觉差一点点，没有吗？完全不合理啊！好笑，我读不下去。这个地点是不是画廊？是展厅，展览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。我们来理他花这笔钱去用这个东西，去把他的画展览加上红嘛，但那个展览根本没办，没有半个人。啊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。啊！对。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钱丢到地板。哦，因为他一把要放在那边，想要大家来看啊，以为会有人去拿，然后呢去顺便看他的画，但却没有人来，所以他看到那一把还在那边的时候，还很难过，很难过。Bingo。对。这是什么故事？他这是什么故事？他怎么会把一把画放在那边，想要人家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故事讲讲太难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的成绩是两胜两负，平手就过关，平手就过关，过关，好吧？过关，勉强耶，过关，勉强过关。我觉得海龟汤不错吧？我也觉得海龟汤蛮好玩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画画真的不可以再加入任何团众里啊。我发现接力这个东西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断层，对，一定会出现一个断层。如果你照的话就好了。对，但记不起来。反正我们这次游戏特别计划就到这边，玩得很开心，谢谢，下次见，好，拜拜。Yeah, hit it, yeah.偷偷的 kiss 吗？要怎样才能表现不慌不忙 ？Baby， 再来一点暗示就能。